音乐 non stop， let's go。规则说明：两队选择题库中的歌曲进行接歌战，题库歌曲中设计多题空格，每隔一分，两队积分最高者即可获得胜利。好的，来了。是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，这一组会有四道题库，是每一组题库有很多歌，对，包括你也要帮忙唱一下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们唱才有分数。然后呢，每一首歌会有十格空格，请把它唱出来，唱对了才有分数。好，了解哈。然后呢，啊，什么东西？砸杯机的对了。讲话用麦克风来。没有吗？我已经很大声了。砸杯机的对了，丢的空格。砸杯机丢，我们丢哈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看哪队积分多。那这个也就是观众要来选择的，待会他们会来抉择，到底是一级棒队厉害，还是对你有没有把握啊？我觉得有把握吧。有。学我，学我，真的吗？我看追上从头到尾都这样，可以啊。这下没有啦，这下你投入有没有把握？当然有把握啊。OK， 他是走一个比较看起来冷静，但是我知道我认识他很久了，对对，他如果太嗨我才会怕的，我跟你讲啊。各位没有，现在先看看第一个阶段的四个题库，请看大荧幕。好，两队队长，现在要开始选，请出列。猜拳，赢的人可以先选哦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李佳薇抢得先机。我觉得唱歌像跳针，既然是有关歌词的，那唱歌像跳针，跳针就是一直重复的歌词就对了。洗脑歌也不错啊，或者是你看出门带伞，应该是下雨的歌，下雨对不对？下雨的歌是。你要选哪一个题库？唱歌像跳针，要重复的歌。确定哈？啊，确定。好，锁定了。来，接下来是我让零九选奇葩队。既然奇葩队就选一个比较看起来很奇葩的，我是霓虹哥，我是霓虹，知道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讲的蛮特别的耶。好，锁定。那接下来呢，请两队的队长呢，现在呢看一下歌单哈，哎，到底有什么歌在里面呢？现在看哦哦，李佳薇的队伍哦，你们这个就是唱歌像跳针，因为字一直在重复，叠字啦，对，叠字。哎，这个歌会吗 ？Novi 会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几乎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只有一首不会。方大同的 J 唱一定会吧？他啊，我刚好只会这一首。还有包伟明的小钟一定会吧？我只有一首不会，水水水不会，其他都会。哎，懂了。好哈，第一阶段这一题哦，第一首歌都是黄飞唱，你们不用哦哦，他唱他唱好，所以待会队长你要思考第二首歌、第三首歌、第四首歌要分给谁唱。好，那观众也要开始思考，待会你们要压一起棒队还是奇葩队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奇葩队的歌单里面有哪四首歌曲。原曲是日本曲的歌曲，霓虹的意思，霓虹，霓虹，说的是霓虹，日本，霓虹，对，霓虹，翻译歌。那第一首麻烦还是菲姐来唱，好不好？哦，灰熊路哈，好，这个很简单吧？花心 ，OK 吧？嗯，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。哦，欧吉虎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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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呢，两队将要各派三位出来接力演唱，歌词必须唱对，每一首歌十个空格，请。回去排放次，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回去讨论一下，好，讨论策略，谁要来唱？啊，你也不要唱错呢哈。我尽量，我因为我太开心了。直播呢？直播对，都很怕吐词。嘿，你尽量哦，尽量吐词哈。不是啦，尽量唱就丢啦。啊，重点是呢，各位观众，重要的讯息仔细听了。接下来呢，请观众呢用您的手机，如果你还没下载的话，就在飞姐的左下方赶快扫，要进入一期 APP 的台视一期唱的包厢才有机会答题。当然还是要打开台视频道，用大电视开大喇叭哈。好，待会呢，请你们预测哪一队会赢，只要按下去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呢，也可能是什么？七六级啊啦。嘿，七六级啊。太气了。也可能平手。哦。哎。对。然后呢，答对的呢，我们将会从所有猜对预测对的朋友当中选一位。独得5000块钱，所以就是大概3-5分钟就赚5000，好好赚，很好赚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看看大家的预测的状态。各位看直播的朋友，有下载一期 APP 的朋友，请选择。好，开始按起来，按起来，哦，按起来，起来，现在参与者将近要3000人，然后呢，目前呢，
这个哎，有点落差很大。我先别安那样。小钟哥怎么回事？他们太奇葩了，真的。为什么赢我们赢这么多？嘉威姐，要不要拉票一下？快点！我觉得大家就是要相信我们这边歌手，对啊，很强。而且有李嘉威在，哎，还有小钟哥在，还有我在啊，会唱很多歌，而且 Jane Shaw 更不用讲了。Jane Shaw 说他只会一首，只能帮到一首了嘛。好，张文琪，你们现在暂时领先，很厉害哦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光他们两个就是我们的台柱，真的，拜托 ，OK。然后我们一起直播的应该也很棒，对，直播组都很会唱，哦，都很厉害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喽，然后还有些人压平手，第一首歌就由菲姐开始演唱，然后呢，请你们接续的出来唱歌，好，好，各位朋友，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音乐 Nonstop， 我们一起唱。哇，碎碎碎！钟哥要宣一下，好宣一下，对啊，欢迎钟哥嘞！一把青春是个牛，嘿，无烦无恼无忧愁，女人天生的温柔，亲像的目睭，亲像的目睭，啊啊，嘴唇免一份，要来交份目只问。经过小小的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困难经过脑后跑，跑跑跑向前跑，珍惜一分隔一秒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哦，三个词，三个几个，接下来欢迎李嘉威，睫毛妙妙妙，哎呦。这首歌有四个格子哦，加油！我想叫叫叫，叫我干嘛？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。还有哦，不要傻傻忘记你，紧走掉。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，就是喵喵喵。第三棒，真相来了！还有演唱，爱爱爱。准备了哦，好，来，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，都为了爱，爱爱，有一天翻开，有三个洞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，我爱孤我。Yes， 好，现在我们这一队呢已经接唱结束了，来，嘉威队长亲自也出马了哈，哎，没办哈，没办，你觉得他们有全中的可能性吗？十格，哎，我刚好像有听到一个字落掉，哎，好像有哎，好像有哎，嘉威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哎，妙妙妙，好像漏掉一两，妙妙妙，感觉不妙了，格子应该对的，那格子应该对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制作单位正在统计当中哈，稍待一会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一级棒队答对几格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呢，奇葩队将会答对几格。休息一下，再回到现场直播台视一级唱，待会见。24分台视一起唱，奖金一起抢。首先公布第一个阶段，Nonstop 的部分呢，刚刚确认过歌词无误，所以呢，一级棒队10格全对，恭喜！我真的是有一
点紧张，所以音有点唱错，但是歌词是对的。其实不用唱到完美，但字必须对。OK， 恭喜喽！好，现在这队压力很大。有，冒昧问一下，真的有点压力。对，棒次的安排很重要哦。对，哦，第一棒等下会是谁？哇，队长亲自打头阵啊！队长很重要，真的。好，第二棒呢？就是我，没问题，也是队长。对，那第三棒呢？我们甜甜跟哦乔子还有小鹿，好，欢迎欢迎。不过呢，依照惯例，第一首歌还是要让我们美丽的菲姐来诠释哦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歌曲每一首都非常好听，欢迎观众也在家里一起唱。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怎么玩游戏呢？哎，零九换你喽，请问我们的规则到底要怎么参与？就是要下载一期 APP， 进入台视一期唱直播间，然后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拿奖金。那下载的方法呢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扫描电视下面的 QR code， 或者到粉丝团，会有详细的方法哦。好，非常好，马上欢迎。接下来是奇葩队音乐 Nonstop， 我们一起唱。首先欢迎菲姐。哦 ，OK。哎，文琪会唱哦。哦，一起唱，一起唱，真的，我文琪来，一起唱，来。真的吗？都有，为了菲姐，为了菲姐，谢谢。對對對我们节目就是一起唱啊！等到我什么时机，不只会踏一边，看来看去也是有起起来来脚踏。一定不是送在哪里？风呀，请你将我的情藏天边，花心雨水爱是不该轻易的。嘿，一寸有一句话，一滴雨水一份情。用真情编织的梦，比花比较甜。短短的感情路，就是千万里。厉害！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冲吧冲吧！奇葩队第一棒，花心。哦，非常。零九，哇，这歌大家会唱，一起来好不好？好，陪着零九。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会不会？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？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未在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化成你心海。谢谢。下一棒，秋风泽挑战。哎呦，王舞王跳舞跳舞，你爱不爱？来了，有两个洞，有两个格子。来了来了，就是喜欢你哇！张震岳第一张专辑的歌曲，好久以前的歌，翻唱至日本的桑田佳佑，来加油！三位一期直播主，喜欢你可爱的样子，我在偷偷看着你。音没关系了哈，你有点不一样，说不上来，心里觉得很。来到沙滩，情不自禁的唱歌，就是喜欢你，哦耶，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一起，就是喜欢你，哦耶，轻轻松松的想告诉你，我想认识你。
谢谢三位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哇，战况很激烈。刚刚呢，一起棒队是十格全队啊，夏威真的是一鸣惊人哈、啊。现在有没有把握啊？刚刚感觉如何？有一点小小的。你们就忙着跳啊，忙着耍帅啊。啊，三位姑娘好像也很心虚哦。OK， 好。哎，我们这一队怎么有点拉差这样？拉差的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来来来，我们要公布喽。根据我们制作单位非常耳聪目明的团队，他们听到的结果，十格对了几格呢？答案是六格，娘娘。错在哪里？谁是那个老鼠屎？真的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们吧？你可以不是我们。飞姐说你们拉差了六格。没有，我只是谐音，不要恨我。你知道全部的歌曲就是只有飞姐那首非常女唱的最好。哎，对对，这倒是。我知道是文琪唱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公布第一阶段的奖金派彩了哈。那也就是说，刚刚你们压一级棒队的朋友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哈。哎，线上的朋友，我们再次看一下，所以好像少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少，少很多，那中奖几率，中奖几率很高啊，比较高。我记得刚刚好像是920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有一个人可以独得5000块，哇！请抽选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哇！太幸运了，独得独得，会是谁呢？恭喜，谁啊 ？S H U H A X X Shuhas。获得奖金5000元，好，本节目送出了第一组5000。